会演的，好不好？是啊，没事，好突然哦。好没有才华的演员。好，以下化学元素与符号的配对何者错误？太简单，因为 Cooper 是铜嘛 ，Zn 那不是 Sn 啊 ，Zn 是 Zn 啊。Zn 去推理嘛，对呀、啊。哎呀，地位，我这个是哦，哎，查哎，刚刚你前面应该要演一段的嘛？对呀、啊，你好没有安排，是不是拉掉了？会，我还以为你说我这个是啊，对，他会演吗？一二，会演的，好不好？好突然哦！好没有才华的一个艺人，好，对对对，好，欢迎你来，哎，好，谢谢，我立茶来，就唱啊，对，因为他印象最深刻就被那个女生骗嘛，哦，我爸昨天突然心脏不舒服，然后我带他去急诊，能不能跟你就是记一下？你现在缺多少啊？很多，大概还要3万。可以啊。你好帅哦，谢谢你。最后真的转了2次15000过来，茶哥，吓哭啦！你看他被骗戏后了啦，被那个男生，你还记得那个男生的名字吗？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来这，我其实蛮聪明，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一个会现象。好，等一下就看看你到底是聪明还是个笨蛋，好不好？这个应该是准没有吧？雨熙啦，雨熙是笨的吗？现在在拉。拉拉队里面好红哦，是啊，就左右是。但我今天来这边就确实蛮奇怪，因为我真的不笨。哦 ，OK， 哦，证明一下。有没有这个前面我也听有一个朋友讲过，好像越笨越会这样。对对。沙头佛，这个是谁呢？想一想哦。Q 三 ，Ziggy 爱是得的，哇，这个动作一做就知道也是拉拉队。对对对，应该是一二三。好，不要让人笑，我们是傻妹嘛，对，没错。76岁的美国人玛丽莲·沃斯·沙凡特曾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现今在世智商最高的人类。在他10岁那年测的智商高达228，现在从事文学创作，也编写剧本，更是门萨组织成员之一。请问，下列哪一位天才的智商被判定是最高的？A. 爱因斯坦。B. 史蒂芬霍金 C. 达文西好难哦！这三位都是伟人，都是天才嘛。好，我们继续瞎猜一通，瞎猜，请举牌。这个我也不谁会，我都不知道的。3、2、1，请亮答案。来，好，有 A 有 B 的，来，为什么？来，为什么选 A？谢谢，给我们带来3秒钟的画面真实时间。哇，没有，你的电视没有坏掉。全息为什么？我觉得因为达文西不是有那个什么人体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对，黄金比例。然后那时候好像听说他就是那个东西让他就是成为那个时期最聪明的人。OK， 那选 Hawking。对啊 ，Hawking， 他是坐在那边那位嘛？对。坐在那边是一定的，我有机会去踢足球。我去，他刚刚很客气，很客气。对，他确认一下，确认。有看过他的纪录片，他很觉得他应该是那个。因为选他也很有道理，合理，有道理，合理吧？是一个思考家，他都是坐在那边，然后一直在思考，然后再。对，先看看正确答案再说，请看。C 嘛，我猜 C 耶。他根本不是人啊！对，他是真正的斜杠专家，完全什么都会，雕刻、建筑、音乐家什么都会，好可怕，太屌了啦！太可爱了，我不能接受。两题都对啊！目前两题都对的，请举手。我们一直下去打，如果你们两个提前下班了，就请兰兰去喝个咖啡。对呀，约起来了嘛，大好机会。我想继续打下去，我觉得蛮简单的，真的。哦哟！讲话讲这样，好，再来看下一题嘛，下一题。好，下一题，请出题。元素周期表是以原子序数和核外电子左派等去做的表格。许多学校都会拿来当考题抽背顺序，让不少学生头痛。请问，以下化学元素
与符号的配对，何者错误 ？OK OK A 铜 C U B 锌 S N C 银 A G 好的，一、二、三，三、二、一，请看答案。好 ，A、B、C 啊，当绿茶很肯定，太简单，因为 Cooper 是铜嘛 ，Zn 那不是 Sn 啊 ，Zn 是 Zn 啊 ，Zn， 而且是陷阱题嘛，陷阱的，银是 AG 啊，是那个啊，对对，没错的 ，Silver 是要 Silver 啊，对啊，银啊，会，好厉害，哎呦，你刚刚在楼下看题目，那你可以背出元素周期表。李娜假如我只会背前面李娜假如设吧，后面我就不会了。你没看，好，你没看，谁会背？谁会背？我背给你听。哦，什么？哎，你会背？你会背？来，你背，你背。清理。哦，那我可以，我不会对上，我只会背嘛，我文组的。清理娜假如设法，平美盖斯贝雷，彭吕嘉音他，叹息者七边，彭吕生地痞，但你养刘西地仆，但养刘西地仆，养刘洗屁股，仆绿秀，仆绿秀点二，害南雅克山东。山东，我只会背啦，少背一行，少那你还答错，少背一行啊，哪一个？彭吕嘉音陀，哎，清理那假如设法，平美盖世贝雷，彭吕嘉音扎，旦夕者西天，旦尼生天病，有七七破，佛律秀莲，害南雅克山东，哇，谢谢，谢谢吴春，还有我们的唯一，他们证明的说背诵东西对人生没什么。没有答对，请问哪一个不是真的弹 ？A 鲤鱼弹。哦 ，B 七星盘哦 ，C 日月盘，七百盘，七星哦，三二一，请取牌，一二三，请亮答案，还是有那个羽凡，你选了 A， 为什么鲤鱼盘呢？鲤鱼盘感觉很像什么宝可梦，鲤鱼王啊。宝可梦的女王，抓起来，抓起来！鲤鱼王的家，七星坛，七星坛嘛，我用猜的，我也是用猜，我也用猜的，感觉七星很像香烟，对对，七星坛，感觉像香烟，七星香烟，啊 ，L seven， 取一你的答案，它不是海吗？哎，哎呦，哎呦，哎呦，是海，哎，七星坛是一个海边，然后好像花莲，花莲的花莲，台东，哎呦，花莲，花莲，花莲，北滨，请看正解，哎，七星。你又答对了，对，太扯了，你是背答案，没有啊，像徐艺讲的没错，你推理都真的是一个海湾啦，是一个海湾，一个背，哇，好厉害哦，哎，全队的，目前全队的有只有查查要下班了耶，太扯了，去推理嘛，对啊。开始我们再也不会看不起，再也不敢了。那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他就整个答对之后啊，三千块。忧的是哇，奖金都被他拿走；喜的是可以赶快不要看到这个人。可以继续玩吗？很好玩。有两位准备先下班，一位就是今天的冠军绿茶。第二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亚军云溪。Hello， 嗨，两位，这摇摆的从这走出去，好吧？拜拜，云溪晚安，啊，西姐，西姐，西茶晚安，晚安，恭喜恭喜。